我们这比较清楚。我们一头人。阿姨，我给你找，去哪装？又是 GS 二十五。GS 二十五。到处都是二十五。二十五。他说他是韩国代表连锁店。要。他要开25小时。二十五小时。一天开25，我不愿走到这边来。那这个管线怎么修？管线维修。没有啊，就直接。